大家早。众所周知，华为手机无法使用 GMS， 那如何才能在华为手机上使用谷歌联络人？今天我要教您一个方法，通过一个应用，不需要 GMS， 登入并授权谷歌账户联络人读取权限，并自由地选择谷歌联络人下载到华为手机。请注意，操作前需先登入非中国大陆区的华为账户，因为这个应用只在非中国大陆区 Gallery 上架。好的，接下来就开始实际操作。打开华为 App Gallery， 搜索 Xlog， 选绿色这个下载并安装。有了这个应用，即使没有 Google Mobile Services， 也可以将谷歌联络人下载到手机。打开 Xlog， 按下加号按钮，输入 Gmail 账户，并按下 Sign in with Google。这里需要通过两阶段认证。此应用需要您授权联络人相关权限。按下赛务保存并返回。按下您的谷歌账户并浏览。联络人被列出。我们拿来与云端版本比较看看。很好的，都有出现。按住任意联络人可呼出菜单。按下 Transfer 就可以传输到手机本地联络人存储。我们来比较看看是否传输的完整。打开手机联络人应用并比较。下载好的联络人默认被保存到 Xcloud 群组。几乎所有常用栏位都被正确对应，除了少数不兼容的例外。感谢您的收看。